主席好，咱家部长啊，请徐部长。还有王老早，哎，老早，部长，实在今仔大家讨论这個时候，我相信大家心情拢非常的沉重。嗯，尤其我感觉，咱台湾啊，拢大概阁发生代志，再来这项嘛爱改进，这项嘛爱改进，是安怎还未发生的时阵，咱阁赶紧来处理，因为你来看。火车发生安尼的时阵，包括因的发包也好，因的做的工课也好，敢有真正做落实的去监工？像长久以来，伫迄个山坡地的时阵，咱台铁伫即六冬、即几冬有七件发包的，其中个搁一件像花莲安尼。在安尼的时阵，咱最近是毋是有改善？要马上改善吗？来，部长。委员讲了对啦吼，即因即个执行吼，执行的迄个幼路，执行的迄个落实，应该拢爱做到。所以阮原来因为即吼工程单位毋是干呐财政部，对，讲交通部啊，达到铁路，拢总有铁路局啊，所以吼，我们会从制度面。这图片啊，尽量讲，阮来甲因讲讲哦。因遮爱落实检查，大多包括管委员讲的遮，实际上包括地方政府，阮拢必须啊甲因讲，这方面该查核、该处理、该处罚。后摆罚100万以上，你若使罚75万，我大多听着嘛，感觉这甲我读法律的迄个想法，煞怪怪，无啥共，较有可能安尼。啊，这方面咱来督促哦，啊，咱来该有的法令该修改，咱来修改；该处理啊，来紧来处理。因为部长，咱的法律哦。讲实，拢定伫遐啦，结果拢无实际去用啊。这个是吼，说执行从宽，这是最大的问题，应该是立法从宽，执行从严。那这边吼，立法从严，执行从宽，就产生了我们对法律制度落实的不确实，也产生对法律的怠慢，就会产生这样子。所以这点咱来检讨。真正我讲嘛，讲吼，咱台湾这个法律吼是定咧看，那发生代志的时。阁叫迄个拜托，迄个拜托。讲实在呢，花莲发生到今仔十天啊，我无去到现场，我看到电视到即嘛，心情阁非常的紧张。阮也拢有委员要去现场，阮也鼓励委员讲卖去现场。为啥物？咧救灾吼，因为咱拢毋是专业啦。我嘛是去现场，我嘛是去现场看一下了。我刚问看部长，你去看的感受安怎？讲实在，唔免去看，甲看电视的感受就足歹啊。所以讲，咱唔得一句话讲，土法不足以自省啦，吼。啊，这点咱爱倒来检讨。所以我唔只系，完了第一时间，我就甲记者讲，法令不足的，或者是法令需要修改，咱马上处理。吼，啊，该负责爱负责，啊，该修改爱修改。吼，这就是咱即摆爱较紧来痛定思痛，爱来处理这个代志。部长，希望咱爱赶紧。因为我相信台湾人对民进党的寄望足大，即个花莲这件代志，对整个的台湾人讲实在，大家要坐车嘛会惊吓，所以我希望恁爱赶紧去处理好，去改好。像有一寡条款的时阵，定伫遐，什么负责人会使搁去让别人做人的工程？诶，主任，工地主任，甲罚是罚较少，一个包卡的钱一外，罚一个20万到100万哦，无算啥啦。部长，咱营建署长、署长，真正台湾人对恁的寄望足大诶，真正恁遮的罚，讲实在，恁的报告洋洋洒洒写甲很好听啦，结果诶咧。像头拄啊，管碧莲委员讲的，你看十栋啦，违法的遮侪啦，所以才会惊，是要惊后代去。所以吼，你再讲咱这工程单位啦，吼，工程单位这工程单位，啊，甲地方政府的审议委员会哦，再应建审议委员会、安全委员会哦，这应该爱去真落实去处理啦，吼。啊，这方面咱啊。
来要求地方政府，要求相关的工程单位要落实这相关的这法令的执行啊。部长，本席直接要甲营建署长讲，甲部长讲，甲咱的铁路讲，我们不要推卸责任，该是咱的责任，咱来负起责任，该无好的，咱来赶紧去改革，因为足多工程的，咱看内面啊，拢做无够。包括伊内面的工资嘛用无好，真正你要叫善良的百姓安怎去处理啦？真正我今仔徛伫遮，我真正甲你讲的时候，我真正会喘呢。我真正讲，咱台湾一个美丽的好所在，因为这件代志影响偌济人哦，有大影响的，因为长久以来。大家条款拢定到遮水，定到水落落，有几个去执行？包括你看，即个是发生嘞，你看伊有恶习无？伊是毋是当下爱进步的时阵，未来发生遮个代志？所以部长、署长，该咱负起责任的，咱爱负起，可是咱做无够，爱赶紧去改善。咱不是来对付什么人，服什么人，这都不是咱应该爱做的。部长，在这，毋忙，这所讲的条款有够多，要去执行的，要去罚款的，讲实在，等于零啦，等于无半条啦。所以署长，在咱这营建署的做工程的时候。是安全非常的要紧，署长，你所定的54条也好，28条也好，第三款的也好，咱真正拢爱去执行就好，因为讲实在，卖予百姓对咱的寄望来失落。以上，多谢委员，好，谢谢王美惠委员。